叶蕾萍演唱《雾顶》。应该很多人都以为叶蕾萍就是有唱有跳，可是这次其实我蛮想要做一点点自己的突破，这个是我想要给我自己的一个考试，所以我还是会全力以赴，然后希望大家都一起加油，我们一起挺进决赛。关键的第三场积分赛，小叶挑战小虎老师的抒情歌曲，他能完美表现出歌曲中的细腻情感吗？写下笑容，算一算拥有过什么，那绝对不嫌多，不知不觉也走了好久。我真的不怪你无法继续，最后只剩可惜，我真的在努力，哦，在努力，深爱下一个人，下你，却是我做不到的。小叶跟刘雅金，刘雅金到现在还在紧张吗？比较不会了，比较不会了哈。在这个舞台上唱歌的感觉是什么？就是很紧张。在这边我们来问问阿瑶老师，这一组 PK 的这个成熟度是不是差很多？对，我先从这个刘雅金哈，很明显的，但是我觉得因为你的音色很好听。哦，你的音色真的很好听，而且辨识度蛮高。刚刚我们还在说，那唯一欠缺当然就是经验哦。那当然你也很怯场，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我因着你的音色，好、哦、给你还不错的评价。但是你可以再放开一点。那当然这个叶蕾萍的话呢，整个的感情投入都很好。那但是可能稍微在这个。声音上面是不是还有一点点紧？老师，谢谢小胖老师这一组。雅金，你应该也要参加星光七班的，因为企图心都没有拿出来啊，没有企图心，音色再好也没有用。这一组第一站的 PK， 我们马上先来看看刘雅金的分数，请评审按灯。刘雅金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6分。好。接下来看看小叶的分数，请评审按灯。叶蕾萍的分数，星光七新生来势汹汹，踢馆赛火药味十足。接下来看看小叶的分数，请评审按灯。叶蕾萍的分数21分。好，真的有5分哦。David 老师，你给小叶有5分的高分。我真的是很同意，就是情绪那部分是很丰富。我这边第一个写的是，我觉得你越唱越顺了，你开始有
很里面的耐性去唱这首歌，我不会感觉到你很急的或者哪一部分，我觉得很舒服的那样子的一个表演。了解，谢谢老师。没关系，好吧，好，因为他本来就是他那个年纪应该有的样子嘛，而且第一次来，谁能不紧张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你哦，谢谢，来拥抱一下，谢谢小叶，恭喜小叶，谢谢。我很开心，我真的把一首歌唱完，然后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，希望大家也很喜欢这首歌。然后小虎老师听到的时候，希望他不会在唱什么啊。我希望决赛也有不一样的惊喜给大家，大家一起加油。这个还有后面很多狠角色，这一位呢？